请问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我是高梅西化身成小小农夫，要开始种菜跟种花。然后他种草莓，这是什么水果啊？好像是苹果，有红有绿，对不对？双色苹果，还有胡萝卜，还有生菜。听说宝贝最近种了一些生菜，你喜欢吃吗？来了，是苦苦吧？所以你不爱，对不对？还有番茄，可是自己家里种的就是比较新鲜，比较健康哦。好啦，我们跟梅西一起来种菜吧。Macy grows a garden. Macy grows a garden. 臭脚走开一点。好，种菜的过程有哪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Macy is going to grow a vegetable garden first. She digs in the soil and gets it ready for planting. Panda digs too. Phew, it's hard work. 所以种菜之前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翻土，你必须要把土翻松了以后才有办法播种，对不对？他有认真在翻土 ，digging 就是翻土啦。这是什么 ？pitchfork，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欸，叫叉子吗？还是然后这个是 rack， 这中文的名字称我反而都不知道、欸，我要去查一下。然后这是 shovel， 这是铲子。接下来呢 ，Macy plants vegetable seeds in the soil. Panda plants sunflower seeds. He hopes his flowers will grow tall. 所以接下来就是播种啦。土翻好之后呢，在富饶的土壤里面撒下种子。他种了好多那个胡萝卜，是你喜欢吃的呢。你看，你看，也有蚯蚓，好可爱哦。然后呢 ，Panda 种了好多好多的太阳花。Planting 就是播种 ，seed packet 就是种子，对不对？种子一包种子 ，level 然后呢要干嘛？要贴上标签，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种的是什么东西哦。Tulip 这旁边还有郁金香的花朵。接下来是什么 ？Tending 应该就是灌溉了，浇水是。Good job watering Macy and Panda. Water and sunlight helps the seed.等一下，我要拉。对啊 ，water and sunlight help the seedlings grow。所以浇水，啾啾啾，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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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对不对？花在喝水。对啊，花在喝水啊。这是 watering can， 就是浇花器。这是什么 ？caterpillar。你也想喝一口梅西倒的水哦，这个水你喝的可能会落晒哦。但是我想喝家里的。哦，家里的水可以，我等一下帮你倒啊。Caterpillar 就是毛毛虫，还有 Daisy 这是小黄花、小菊花啦。嗯，好，下一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什么？长出新芽了，发芽了 ！Hooray! The garden is growing. The first seedlings are.Poking up through the dirt， 你看，发芽了。小蛾。对啊，毛毛虫躲在地底下，对不对 ？First growth， seedling 就是这个嫩芽，然后 roots 就是根。你看，还有 ladybug， 瓢虫。瓢虫怎么跑在梅西的尾巴上面、啊？太可爱。然后还有 bees， 蜜蜂，还有好多小蚂蚁哦 ，ants。接下来呢是 weeding， 要除草了，会有一些不相干的植物长在旁边，那就是杂草，我们要把它除掉。It's not only vegetables that grows in the garden, weeds grows there too. Macy pulls the weeds out so they don't crowd the vegetables. 对啊，杂草可能会把那个你要种植的那个花草的养分都吃光光，所以你一定要把杂草拔掉哦。这是 weeding， 就是除草。除就是铲除这些杂草 ，dandelion 就是蒲公英嘛，然后 ants 小蚂蚁，还有 snail 瓜牛。蒲公英要拔掉要拔掉，蒲公英也是杂草的一种。好，接下来就是哦，有收成的时候的 vegetable 还要收成的吗？哦，不是，还没有，只是长出来了。你看 ，Look at everything Macy has grown. What will she pick for supper? 哦，原来真的可以摘了耶！它已经长好了，你看看有什么？噔，有番茄，有胡萝卜，有生菜耶！你觉得它要选什么？嗯，你会选什么？我你也选红萝卜 ，vegetables 就是蔬菜 ，carrot 就是小小咪选的红萝卜 ，lettuce 就是生菜 ，tomato 番茄，还有 green beans，green beans 是什么？四季豆吗？嗯，他没有画四季豆，
有吧，在这边。好，接下来 ，How beautiful the plants are! Panda sunflowers have grown very tall. 那个吗？对啊，这里啊 ，Panda 种的花也都开出来了。Gardening is so much fun. 原来猫熊是绿手指，好厉害哦！它种出这么多漂亮的花了，是不是？种菜真有趣。好啦，The end.